开车啊，差点撞了我的车，你知道吗？下来下来下来，快。你凶什么凶啊？什么叫我的车差点撞到你的车？明明是你倒车不会倒，差点撞到我的车，好不好？哟，小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是你差点撞到我的车，你还在这瞎嚷嚷，信不信我揍你啊？想干嘛？英雄救美？兄弟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就别跟女孩子计较了。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就……哎，疼疼疼！哎呦哎呦呦！老实点儿，小心弄伤了自己。你小子赶快放了我！啊！你说他撞你车撞哪儿了？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？多管闲事，你是吧？就想讹点修车费是吧？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吗？你就给我点修理费。哎，手快断了！哎呦，要修车费，到这个地方去取。律师，我没事儿，车也没事儿。你们有事你们忙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你没事就好。服装店开了这么久，也一直没时间过来看看，送你的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给我打电话。那时候的你最美，刻在了我的心里，让我无法忘记。江磊，叶明珠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律师事务所的人吗？啊？别忘了，你是鹏达集团的员工。你的上司没有被拘留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啊？指责我吗？没有我，你的上司就会坐牢，你应该感谢我。我当然知道我是鹏达集团的人，但是你污蔑了浩宇叔叔，你知道吗？你害他被停职了一个月。浩宇叔叔，他跟你交情也非浅吧？而且之前也是你的领导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？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个，说不清楚。我知道，夏经理挪用了建设单位的钱，贪污了公司的研究费用，这就是事实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你为什么要袒护这样子的人？你现在不应该去建设单位，就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，帮浩宇叔叔讨回公道吗？叶明珠，我看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。你是谁啊？我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你来安排吗？是不是我什么都得听你的才行啊？我没有要让你听我，我只是说的是事实而已。你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对浩宇叔叔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没有半点愧疚吗？你就没有觉得有点罪恶感吗？如果说你连罪恶感都没有的话，那你跟你的父亲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，你们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被解雇了。
你说什么？解雇吗？对，没错。现在此刻就在今天，我把你给解雇了。从此以后，你就不是彭达集团的人了。马上给我离开这里，不要再踏入半步。还有，我们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不要再来找我见面。明珠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最近过得好吗？我当然过得挺好的了。不过，听说你要被公司解雇了，你一定过得不太好吧？我先上去了。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，将来有什么好的。直到刚才看见他打你巴掌的那个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其实他也是挺有魅力的。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这十多年来你一直都要缠着他了。哎呀，最近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干燥呢？老公，你看，我擦了乳液之后，皮肤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好。真好。哎呦，老公，你再好好的看一看，啊？我看了，这不擦了乳液一点都不干了吗？是吗？挺好的。老公，老公，你看，老公，你看我这样好看吗？真好看，这衣服也好看。哎呦，你别老看工作了吗？回家，整天想这个。不是，老婆，你知道最近公司情况不是很好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份文件看完。你好好睡觉，好不好？听话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去找我妈。哎呦，这大半夜的了，别折腾了。你别拦着我，你让我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早知道你就知道看工作，这么喜欢一个人住的话，我就不嫁进来了，一个人去住好了。如果有时间有精力，我恨不得天天都跟你黏在一起。好了，今儿晚上我就